那时候拳头有点强，我们一起跳舞。大家一起拍手吧，跟着节拍。节奏超长，介绍一下好了 ，CJ， 我们的制作人 CJ。第一段我要开始了，希望不要唱错台词。Verse one go。说到风格，软棒从不设限。西岸、北上、东岸、五片，曲风、书房、人生是唯一策略。怀念老学校，这点绝对不变。我们凸显的路线是无限的变，我主演的酷炫但不贵的片，听了就会像是冲。我不知道哪是听别人说的。我负责把素材提起收敛，有时中了通篇，保留原始口味。陈年老酒喝起来特别回味，像是这首原本来自 The Gap Band。地下台跟上层萌芽，现在延伸几根。地下下的同样恐怕显然也有。人自然是先生，会让你真真真的眼神不用被试探，因为我不知道你想要像我们忽然变成不用强调。那就放声笑，跟着融棒音乐一起舞蹈。这边本来有一段副歌，但我还没写完，所以我要打回我一对，而且我没有押韵，哈哈。第一段结束，下一位是高华晨。这首叫做与众不同，所以我们才会不红。干嘛硬要跟谁比赛？想被期待，想被记载，都想当最厉害。从小到大都在比赛。如果梦想是空虚，那我们全部都在比赛。这速度的头好重重，但都心底空空。压力太大，耳朵时常嗡嗡叫，所有科目也敢精通，但就不精通。想要干报告，拼通宵到眼神空掉掉，才发现那不重要。把课本给你丢掉，重新拾回自己，换来轻松笑。I say 我跟我去兜风，心砰砰，手脚都心冲冲。我们来冲冲去冲冲，烦恼清空空，感觉特别轻轻松松。我知道你想要像我们，不用变成不用强调。那就放声笑，跟着融棒音乐一起舞蹈。这里是 BYG， 我们赚不到新台币，但穷开心。管谁爱或不爱，等音乐一放，我们霸上舞台。我的怕松完了，接下来轮到嘉颖来接棒。干，我来不要接你的棒子，把你棒子丢到街上。唱片机之传送，唱完音乐开始播放 ，MC 的说唱，所有舞者都上，很快传到涂鸦客的手上。海王回到继续补充知识能量，他在邂逅，样貌我清楚记住，他的精神在我心里根深蒂固，我有义务，传承他的火炬，回到熟悉的经典，不随时间过气。像自我风格树立，导致这样的美好结构，新的创意不会忘记。延续这股地下势力，不曾放弃，所以依然构思四级，持续撑着。这都只是过程，让你印象深刻，不用逞凶斗狠。台上轻松的态度，长期历历在目。做我们的音乐人，不管别人在不在乎。我知道你想要像我们不要变成别有腔调。那就放声笑，跟着老板音乐一起舞蹈。作品传送在水管，在女孩子接生，脑袋各种是你。我到处传出这首，一起跳舞 dancing， 听到这首，由我做个 ending。谢谢大家，干超费 freestyle。OK， 这首歌叫 Outstanding， 在写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怎样。就是没什么风格。对，我们那个曲风是采用 hip hop 刚起源那时候七零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，第一次的尝试是吧？对对对，好，那话不多说，下一首歌是《夏日随记》。这首歌就是想说夏天很热，所以做一首休息一点的歌。那 DJ 就麻烦帮我唱。大家来听过我们乱讲话。好，那就麻烦 drop the beat。这首歌在 SoundCloud 上面有，希望大家喜欢的可以听一下。这首没有副歌。感觉点阅率超解的，好像没有破200。哇！因为没有副歌，所以就听我来乱唱歌，反正你们也不在意，听到哪一
段是主歌，如果有人喜欢可以上台帮我唱副歌。清早被阳光叫醒，看是多美好，醒来没多久周遭被热气围绕，想回到冬天那个轻松的季节，可以不被打扰的在被窝里面睡觉。我讨厌热天，同时也讨厌下雨，要解释这种矛盾情节该用什么哲理才可以不再把自己关在房间隔离。我知道抱怨不过只是无病呻吟而已，所以我总喜欢晚上出门，半夜回家路上只剩我没半个路人。深夜的寂静是什么原因促成伟岸的路灯，那场景我看得入神，耳边充满文字，那声音多绵密，或许他在暗示我要取样这个旋律。我还在练习电蚊拍电铃，当大鼓的节奏手拍是小鼓，让这首曲延续。又到我来唱副歌，如果没人想听，快上来帮我唱，我不是很喜欢乱唱歌。有人要上来吗？可以直接上来，没问题。哎 ，Warren K， 每到这个季节。电费增加无可避免，装上吹就一点，挑战冷气的极限，然后一睡到明天，无视大太阳，抱着篮球喊着 go go go， 那是以前，现在都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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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， 我想都是在暗哦，这个你是我，或现在只想偷偷讲，偷偷疯，想吹干那些年你的背，嫌弃的汗臭味和一杯便宜的茶，一口干的那是这季节典型的 shot 啊。一滴汗流进眼里的发，听首嘻哈一口习惯，没有计划，始终迎着滴答滴答响，不管在哪一堆屁话叽里呱啦响了半天，少半天没半点关键的话，但不管谁都笑得满脸夸张啊哈哈。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家伙，他的专业能力就是忘词，新歌旧歌都会忘。你这样我很难继续再唱副歌，以后有副歌就不要叫我唱了。每到夏天我要多房间，每到夏天都很下雨天，每到夏天冷气开冷一点，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。我说北极熊跑海边无力回天，我们把爱地球都挂在嘴边，只要再热一点我们就随便开启遥控器，全力浪费电线，室内的温度越来越低，海平面越来越高，完全成反比，我们漠不关心，没法印象是事不关己，这个地球该同受攻击，但人类装搞笑团体。 I feel so sad，如果不喜欢的确可以把歌给卡掉了，后面就没有歌了。你是不是说卡了弦？的确卡了弦 ，Thank you。怎么还有？这首歌比较随性一点，好。然后他要忘词了，不意外。好啦，算了，不错，只有一小段，对啊，只有一小段，有抓回来，不然他平常就是忘完之后，然后就当在台上，我就在台上 stone 了。他有一次唱一首很旧的歌，然后他直接抢了我的段，我第二段，他第三段，然后我唱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靠，怎么在唱我段？”哎，他不是唱我段，他在唱他的歌词，然后我的段就被他抢走，我第一句就这种事情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那接下来是下一首歌叫《逃离》。哦，这首歌蛮解的哦。对啊，而且这首歌我可能会唱错，因为我很不熟。一起逃离吧，我们一起逃离这个该死的世界吧。打预防针就对了。对，先打预防针。Get away, let's go。DJ 帮我下一下，谢谢。没错，
想要逃到想要逃直接逃离所有锁链，逃离赤裸或隐藏的弱点，逃离手边的一切，逃离我所闻所见，逃离那些成见和制约，那些期待或怎样甚至计算的世界，放逐自己到没人理解我的世界，在时间如止水之夜也止歇的之前，我将故事抽离过去，把所有细节整理之后收起，生活的流程剪碎后丢弃，命令意识赶快从躯壳中脱离，直觉引领着心灵的所向所为，接着清醒和经营在感受中间。像正经的人不再被践踏，气质自己关进美满的暗房里生根。拿着梗啊，那是梗。想要逃，或是想要逃，或是想要跑，或是想要逃，还能有多早，还能有多好？那想没做到，或拖到没做好，或是想要逃到。我被关进这个阴暗空间，没有一丝光线，一个人无助地站在中间，理智被黑暗吞噬，变得疯癫，试着寻找他的全员烂上大关的我，一扇门没帮我开，另一扇窗煎熬的感受更加漫长，失去阳光和水的空间，只剩沉闷的空气，加上漫长的时间对外界的联系封闭，我正身处在这个灵感的沙漠，甚至原本没有的症状都可能发作。我想逃离这个空窗期，在意识到没人帮你之后，难免失落，靠双手寻找逃出去的窗口。是想要逃，或是想要逃，那窗口，或是想要跑，或是想要跑，还能有多糟，还能有多好？那些没做到或做到没做好，我是想要逃到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那下一首歌，刚这个接下来要交给 Lyrics 啊，他要帮我们讲新故事了。不要这样啊，接下来这首歌更解，可以逃到角落了。对，那个这首歌真的超解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首歌昨天才录好，然后完全没有唱过，今天就要唱了。所以等一下 DJ 逃离，不要再打预防针了。过客，麻烦一下，谢谢。那么好，先下吧。这首歌我们 sample 陈冠茜的歌，然后曲是 CJ 做的，这边嘿 CJ， 大家给他一点尖叫声好不好？都 CJ 做的，因为照片，这我要过客。你本由命运写的书，每个人在这本书里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所以。当我走在这条路上，来来往往许多过客，也许他就站在旁边，或是刚好坐着，又或者再次见面有些错愕。命运就是这本书的作者，当每个人都被命运写进这本书里，就注定像个傀儡，永远无法苏醒。其实有自由的身体，照着剧本生活，或靠自己寻找真理，作者赋予每个人一条道路，上面承载一生受够包袱，还有抱负。过程务必留意每条岔路，没人会告诉我该直走还是绕路。某个瞬间，我跟某人邂逅，转个弯，可能就在某个转角街口，前人劫走，导致彼此无法相遇。也许在暗示下一段缘分将近相遇的那段时光被珍惜，随着时间走的推移，终将分离，直到完结篇的尽头出现坟墓。人生从来不是标准，它是一本书。这条路上来来往往许多过客，也许他就站在旁边，或是刚好坐着，又或者偶像你们把手卸，我会不要脸吗？卸我一下好不好？拜托。这条路上来来往往许多过客，副歌太多去了，用白手带过。坐着，又或者再次见面有些错愕，命运就是这本书的作者。相遇以前，我们素昧平生，在谈话之前，气氛有些阴沉，熟识以前，互相猜忌对方心声，在分开之前，关系甚至像是亲人，彼此之间。怎么没了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讲点废话吧。Freestyle 完就没有声音可以唱这一首了，就没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干，那首是很难听，是不是？好，应该是的，不要这样。太解了。那现在是会需要等待一下吗？或者是需要一下吗？需要一下吗？哎呀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有带那个啦，就是我们上一张 mixtape 相信，然后我们请了好朋友，就是李饶大哥，我们的那个。拿反了，拿反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会管控一下那个社员的品质。我们的好朋友啦，420台湾，对，我们的今天我们的 CD 都放在那个摊位，420台湾的摊位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支持一下，在那个屋檐下面，对，这个我们台湾，我们大概还有库存200多张吧，是不是？搞不好是300多张、啊，然后想说原本我想说卖个250，因为有14首歌啊，最后决定250好像没什么魅力，所以我们今天就200块就好了，然后大家乱卖、啊，帮我们清一下，乱卖、啊，对啊。对啊，不清完的话，我们也没钱做下一张。其实现在就没钱做下一张了，对啊。那就是里面一共收录了14首歌啊，然后因为它是我们第二张 mixtape， 我们在尝试不同的风格，所以我们主要其实都是使用 instrumental 啊，但是我们尝试编了2首曲，一首是演当，一首是钱。那待会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我们下一首直接唱钱。那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支持一下。也有蛮多首歌在网络上有，在 SoundCloud 上面，就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到我 SoundCloud， 反正就是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能搜寻一下龙邦可以搜寻到。那有没有想要送给大家啊？你有的还举手，对吧？那这个大家想要，我这样子会很危险吗？会不会没人捡啊？没人捡比较尴尬。啊，那。先往那边去咯，耶耶耶，很开心。那没了解，没，还有一张，谢谢。那就送给这位朋友，谢谢。哦，小甜甜，好，那我们对那个回来了吗？大哥跟我说，是啊，要重新开始吗？还是 OK， 还是不 OK？ 活动时间够吗？那我们就直接下钱吧。那个钱直接下好了。好，我常听到，我没有是这种人生是一个标志，但我怎样都想不透，因为在我眼里，今天大哥不好意思，那个你本由命运写的书，今天大哥，每个人的手书都有条属于自己的路，我先跳过这一首好了，我们直接向下一首前，不好意思。反正这样唱一半，然后继续唱下去超尴尬。对了，以后再听。好，那就再来下一首前。这首歌是我个人很喜欢一首歌，然后我们 sample 一首酷的歌，是蔡正南大哥的歌哈、哦。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。DJ 麻烦一下，谢谢。哎。要离开一切拢爱用钱，若是你无够财产，阁无法度死去。认真读书考试，为着第一，出社会赚大钱，这是厝头天。你敢不一定准时出门，半暝才回来。食饭无准时，我拢凊彩解决。不知已经有偌久无食阿母的菜，这拢是为着所谓的未来。娶某生子，买车买厝，以前的标准我甲我会付，我付出了时间甲我的青春，因为社会逼我不得不离婚。是安怎，啥物拢要甲我收钱？是安怎，要咱只做甲伊的代志？是安怎，要咱快乐做我家己？甲我是好呀，才对起我。我爱你。这个我不会卖给道理。我想回归家家宿舍，卡比奇，我把一心为着归家求职。你是你爱探钱。为着钱，你背了偌济良心，人会当无尊严，袂当无钱。为着未来风景，背了偌济光阴，放水某甲后生伫厝内伤心。别去问我以后要做啥物款的工作，问到最后拢甲款迄句话。人的理想到底算啥货？逐天予迄句话算一个嘴皮，讲到最后拢无想要讲啊！管遐尼济，是想要创啥？害我讲着网络愈讲愈细声，其实我连做梦嘛拢会惊。赚无偌济，我逐天他咧咧，头下下赚无偌济，结果最后我才发现，做梦甲钱袂当靠伫做伙。
谢谢大家，我们把下一还有200多张吗？交给真正的大咖，我们赶快下台。